就请你开始咯。OK， 那爱好有米上来读一丁努阿米斯阿兹方噶米吉噶浪噶古，巴西凡纳噶古阿尼尼读只在阿德利斯扎希斯。大家可以跟我念一下，虽然我听不到你们的声音。扎希斯，扎希斯，阿努伊拉古噶夫吉兰阿尼哈努阿米斯伊，巴西凡纳恩噶米。阿尼尼米萨基里基里麦胡噶米读。米诺纳代阿杜米索勒门代阿塞胡，乌拉米索勒门代阿斯马克伊，萨马嫩阿米索洛夫阿米萨法洛夫古亚吉丁尼蔡中涵哈加西，乌米诺纳代阿斯马克伊，伊迪尼伊法洛海阿比迪迪安乌萨萨纳恩古古杜瓦西瓦阿萨萨马。Halu iga belai tingwa lahusai a bihata tanaman. I kahelakan nu bikilim i nanai didisengku safau a didis atu lamit a didis. Ini a safau a didis atu lamit a didis. Nanai alamanuman ku mikapelai tamianan apatenak tu suwau nu amis atu satimulan akitaki。那今天呢，因为就是在云端，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聊，就是前阵子平权会在北上有抗议原住民保留地。那因为平权会跟原住民保留地这两个议题都非常的复杂，没有办法就是快速的说清楚，就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米基斯也一起来讨论。那第二是法国的朋友阿石，他最近有做出还不错的阿美语语音合成程式，就大家也可以一起进来讨论，然后欢迎一起想想看有什么新的应用跟新的想法。那刚刚讲的原住民保留可以快速看，这样就是要说明白，可能就要30分钟之类的。对，但是可以快速的进来，就是跟。我们这边群组里面会有原住民，可以大家可以跟一起聊天。对，好，谢谢大家，阿赖。